锅熟了，嘿，捞个全毛的皮皮虾，嘿，跟我的手掌一样大啊！看看啊，咱们看看有没有膏啊？哦呦嘿，哇，带膏！嗯，这待会留着吃啊。咱们看一下，到底有多肥？嗯。这是吃啊，吃啥的境界啊，多可，你看乖乖，哇，全部是大膏哟，乖乖，乖乖，这么肥的，这么母的，你看全部是硬膏，这马上要泡死了，现在这种特别硬的这种不怎么好吃，不香，有点噎人。